我是小凤。昨天和秋哥放了两个地笼在这个鱼塘里，今天一大早我们就来收这个地笼了，看一下今天有啥收获。走，不说那么多了，先去看了地笼再说。慢点哦，慢慢的哦，我们是有水的哦。拉不起来吗？对呀。是不是野货太多了？有可能吧。快去。好了。哇，很多沙哦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有点蛇。啊！来，拿上来，先拿上来，拿上来，小心一点。蛇都吃饱了。怎么这个蛇它也钻到这里面来了？哇，好大条蛇啊！哇，好多虾，好多鱼虾。这蛇还活不活的？小心一点哦。倒出来吧。倒出来，小心点哦。那个蛇。哇，两条的。吃的太饱了。所以说在农村呢，蛇还是挺多的，大家晚上出来的话一定要多注意安全，因为天气太热，那个蛇它都会跑到这个马路上来乘凉。晚上的时候就拿，最好拿个棍子，拿个棍子拍拍拍，两边拍拍，以后再走。哇，哦，这个吃太饱了，那个肚子。虾比较多，就你看这种小虾，这个鱼塘就是这种虾比较多啊。这种虾很好吃的。昨天我们就是用这个泡面来做这个鱼肉的，是啊，对对对，捉得这么多这种虾子哦。嗯。那里还有一个鱼笼。来来来，老哥，要你来。今次就等我来啦。哎，好。你拉一次，我拉一次。哇，这是有。这有蛇。有，又有一条蛇，老哥。拿到外面去。再发点阿公哎，老哥，哇、哦，跑得好快呀、啊！你看他跑得好快，嗯，快点捡起来吧。这个是个草鱼苗，现在还很小，把它扔回去吧，以后它会变得很大条。哦，下去了。这个就是今天早上的收获了，今天早上就不用买猪肉了，就吃这个。有喜欢吃小米虾的朋友吗？可以来秋哥小凤家哦。